所以我们
们在这个地方有，我们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稍微记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个小小的考试，这样子。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做得不错，可以记得起来，这样子。但是有些是不符合我们拼音的规则，像是这个字，这个字 eight 对不对？不符合我们拼音规则，会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大量的练习在练习这个地方。那再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学到复数的概念，是在第34页的地方。因为我们中文其实没有这样复数的概念，像我们中文一个杯子是杯子，两个杯子还是杯子，但是我们英文不一样，英文是一个杯子 one cup， 两个杯子 two cups， 有那个 s 的概念。我们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方面的练习，这样子。我们刚刚应该有听到 one cup， 要很小心那个，我们会有 s 的音出来，这样子。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抓得比较紧，让他们一直去练习，一直习惯这样子。那这边没有问题哈。那我们有上到第四课，就是在第40页的地方。第四课我们上了前面的对话，那接下来的句型啊，我们会在下期继续把它上完，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教材的部分，爸爸妈妈到这边为止，有问题吗？没有 ，OK， 好，谢谢。那请帮我翻到另外一面，有直接发音的部分。直接发音就是我们有一个蓝色的 Joy of Spelling， 爸爸妈妈应该不太会看到这一本，对不对？应该是没有，有看过吗？爸爸妈妈，我这样算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在上课的时候操作。如果他们回去然后自己先写的话，就没有那个意思了，真的。所以我都让他们在上课操作，爸爸妈妈应该不太会看到这本书。那我们这本书，我们这期的进度是上到33页这样子。那我们第一期的进度就是单音，单音就是 T 发 ，A 会发 ，M 会发，所以我们拼起来变成是 M，Tam 这样子的音，我们就会。爸爸妈妈刚刚看到我们做那个火。就是那个我们孩子会 am tap， 他们会自己组合起来，然后会念得出来，对不对？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很厉害的耶，就是以我们这么初级的班级，然后他们能够把每个字这样慢慢用自己学过的东西，然后拼起来，慢慢念出来，我觉得很棒。然后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这个就关系到孩子们以后认字、念书的速度。因为我们英文字有86%都是靠这样子这种基础，然后拼音的方式，然后说你可以念出来，也可以拼出来这样子。那只要你把这个基础学会了，根基打稳，然后你就可以，就算那个字你不认识，然后你也可以试着念出来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对，那好，这边没有问题，好，懂了吗？OK， 好。那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第一集讲的，爸爸妈妈应该也全部完成黄色的那一本。那我们把这本全部都上完了，上完了之后，我们总合了上期的进度，上期的对话，还有这期的对话，我们把它串成了刚刚爸爸妈妈看到的自我介绍，对不对？妈妈应该有觉得很不一样哦，孩子们跟第一期。可以上台，可以自己上台，站在这边背出一篇他们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第一场的自我介绍。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很不一样，很不简单的，对，很厉害。那这边也没有问题哈。OK， 那我们把请帮我看到另外再下一页。那我们其他相关的教学的部分。我们就是把刚刚黄色那本讲义的第11页，他们会 come here, go there， 第11页地方 come here, go there， raise your hand, put it down, open your book。虽然他们基本上上课的时候，我讲就是我希望他们做事情都可以用英文跟他们表达，他们已经没有问题了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自我介绍，妈妈刚刚有看到了嘛。那第三个部分就是韵文还有歌谣的部分，就是爸爸妈妈刚刚要那个 what, please, what, that。让孩子们有一个不同的学习的界面。然后我这一面下面有一个贴心的小叮咛，请爸爸妈妈再帮我看一下，一定要帮我看一下。贴心的小叮咛，这个就是每天请提醒孩子们，每天一定要花最
十分钟把 CD 还有课本拿出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放 CD 之后，手一定要一个一个一个指着那个字，然后念出来，这样他们以后真的认字很有帮助。就像刚刚爸爸跟你们讲的那个，就是你会认字的话，就对你以后阅读会很有帮助。他不要听到那个，他可能很会回答，但是你知道这个字他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对啊，对，就不太好。所以还是希望孩子们一定要手拿出来指着字，这样子。OK 哈，好，那下一个部分呢，翻到另外一面好。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综合了以上各个的成绩，有回家作业、电话测验、随堂小考啊、拼音练习、录音作业、笔试、听力口试，还有数学型，综合以上这个成绩，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了我们这个学期的总成绩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回家作业的部分。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做Helen 了嘛哈 ，Helen 我有翻他的作业都写得很整齐，我觉得啦，对他都很细心，然后耐心写得很整齐，几乎都是一百。对对对，我觉得他很不错。但我想问一下妈妈，他在家里的就是他在家里他是怎么复习的、啊？有没有什么小秘诀或什么？他是怎么样复习？因为他不会在家里啊，我不在家里，因为我上班。那他都会念给妈妈听吗？还是都是你？有时候我真的是，他都会做，对不对？嗯、我觉得他是很按部就班的孩子。嗯、我觉得对，真的，我看他上课的状况啊，然后有时候会念啊这样子的话，算是按部就班的孩子。不会。那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我们下一个部分就是电话教学的部分。电话教学是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几乎都做得很好，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做。Ken 妈妈，你当老师。Ken 妈妈，我想问一下，就是 Ken 在家里复习状况是？有人都教你吗？有念就好。有念。对对对。那还有听是听吗？有指示吗？有啊，就是他跟他哥，互念。没有。互打。一个班就是听 CD 的，然后。换一个听 CD 的在那边听，然后一个在念课本念，然后再交换。很好很好。要两个在一间念会不打架。哦。所以分开行不行？对，所以一边有 CD 在边念完的时候，再交换，再到自己座位上。很棒。很棒，会跟着一百。真的，他真的一百分，几乎每次都很认真哦。因为他是会得 special 卡。对。他是那卡的那个表示性很重，非常的大。没错。他渴望那个卡片，他很喜欢 special 卡。Thank you。然后我发觉 Dora 也做得很不错。那 Dora 妈妈，我想问一下，就是 Dora 在家的复习状况，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是妈妈有看到嘛，很踊跃表达，然后念的被那个变得很大声，对不对？很大声，就很棒。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复习的状况，都会对不对？他都会一步一步做到。他是很认真的，很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就是不管做什么，他都很认真、很努力去做这样子，对，很棒。我回家都有听 CD， 有的是这样。Jason 做的也还不错，真的吗？对对对，他都是他有的，他告诉我的。我后面整个状况我觉得还挺好啦，因为一期就会带他这样子，对对对，那还是都有。就是一样的，难。OK， 那其实我觉得娟姐有的时候她会比较粗心一点点哦。对，对，会比较粗心一点，可能还是要麻烦妈妈提醒她这样，尤其是作业的地方。她比较哦，真的，她那个词，对，可能比较。有做到有听 CD 啊，这样子做。对，啊，都说有。OK， 我跟她表示算是有啦。对啊。对对对。那 Tony 妈妈，对，因为他比较害羞的小孩，对他上课是比较害羞这样子，比较好，对，其实电话教学他也念得还不错，对对对。那作业的部分也写得还 OK， 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妈妈，他 Tony 在家里复习状况？他都让自己来，其实我真的没有没有来，我有点很放心。他都自己，因为家里有老人家，所以他都自己做，都自己来。因为我每次问他有没有听，他都是有。他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我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反正他自己会知道，不是他去做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他很乖。好，谢谢妈妈。那想问一下问题妈妈。对，因为问题上次的情况很紧张，对不对？对啊，很活泼啦，我觉得很活泼。还好，他以前也是很害羞，就是不太。越来越活泼了。他不太敢，就是比较会冲动。有我看到他跟刚开始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对，比较敢，会害羞，可能像有自信，会比较会念这样子，现在比较会熟一点。那他在家的复习状况，他都有做到 PCT 啊，或是大部分都有，但是有时候他不晓得是忘记还是偷懒，对，有时候还是会。好，那还是麻烦妈妈帮我例行管理一下，讲持续下去就没问题。那 Howard 这张牌啊，Howard 妈妈，对对对，那 Howard 在家的脾气状况，哦，那就很难就那个的呀，他会哦，对呀，因为他就不专心，他比较容易不专心，我上次跟妈妈讲过了，对，可能还是麻烦奶奶或是妈妈以后说提醒他，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拿书出来，要手要指着字。对，可是跟他讲，他说有啊，结果都没有。要他坐到你旁边，就是你要看着他做这件事情，才叫做有。要不然他说的都是，对，要不然他说有就没有。对，还是麻烦奶奶帮我提醒他一下好了。好啊。对啊，因为他说在上课的时候会叮咛他。提醒他，他说不用你管。我上课的时候会提醒他啦，会跟他讲说要回去要怎么样，但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看不到嘛，可能还是奶奶就是提醒他一下，这样会。啊，奶奶又去找你了。没有关系，他你有看到他做就好了。谢谢奶奶哈。那 Berry 爸爸 ，Berry 讲话比较小声一点啊。他比较害羞，但基本上他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到吧？然后他考上。我来的话，他可能更害羞了。有。更害羞一点，他平常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害羞一点，这样子。那基本上学习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问爸爸，这 Berry 在家的复习状况，他都有 PCT 吗？我有叫，就可能会。那你没有叫的时候，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那可能还是就是麻烦爸爸稍微再提醒他一下，对，就持续下去这样子，谢谢。对。哦，啊。啊，有时候如果有来补习，就会去我这边。啊，没有来补习就在阿妈家。所以说两边，他那边我比较不懂，但是他补的会讲。他来我就会上电脑去听一下。他都会自己主动去听，他会自己主动。因为他知道我早上很累，所以说会让我休息。然后写完都会叫我检查，都帮他看一下。他很主。他算是一个很主动的小孩子，对，他很主动，嗯，对，很投入的孩子。那我就交给你们，好，大老师，他就他喜欢，对不对？嗯，然后摆一摆，我们家有一个大摆，他就开始写，然后一边做好，他就开始上课了，对，他喜欢角色扮演，对对对 ，OK OK， 那就持续下去就好了，对，好，对，好，那。对，我等一下要讲。对对对，然后我们班虽然小考部分大家都也考得不错这样子。那再来这个拼音的部分，爸爸妈妈刚刚有看到，我们孩子拼音的状况，其实我觉得他们以这个现阶段来讲的话，我觉得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了，很不错这样子。那再来的部分就是录音作业，爸爸妈妈应该知道孩子们有交录音作业给我吧？有个叫录音号 ，Hello， 对吧？爸爸妈妈应该有听到吧？有哈，我有收到，然后我都会给他们一些小叮咛。然后如果是给我录音带的，我就会录在后面。然后如果是给我3C 产品的话，我就会给他们贴一张小小的叮咛在他们的屋上面，这样子。嗯，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袋子里面有另外一张是考试的部分。我们这次有考试，笔试、听力还有口语的部分。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班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对。所以想要请 Ben 爸爸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Ben 的小，就是他在家复习上考的。他在家，他都没念过。好，那问一下姐姐好。好啊，还有这样。他会听字音吗？他不会啊。会哈、哦？会手拿出来指的字吗？不会。
他就放在那边，然后他的女生跑到那边去吗？不是，在旁边。哦，他会听，然后课本会拿出来吗？我好，都有做到。有啊，所以这样子考到，就是考到100。姐姐压力很大，学校压力很大，所以心情不好。不要这样，负责微笑。对对对，那所以他都有做到，那这样很好。那还是提醒他一下，就是继续持续，不要因为他会了，然后就考100分就偷懒。好。哦，这样好。然后每天自己要加油。哈哈哈哈哈。追他，追他，追他。他追不到我，没关系。很有自信，很好。好，所以宝宝们，我们这么以上的成绩，然后就变成下面的总成绩。那想跟妈妈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吸收得到是80%。那因为要让孩子们吸收到100%，有20%是孩子们要在家里学习，是在家里复习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要听 CD 啊，拿出来念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学习上面有一个金三角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嘛，就是我跟孩子们做互动，对不对？好，那这样子，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每个礼拜短短3个小时，那其他的时间，其他的20%的话，那就是要回去家里，孩子们跟爸爸妈妈，对不对？爸爸妈妈做互动，但是因为你们回去家里面的状况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爸爸妈妈跟我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孩子们在家里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就是跟我讲一声这样子，有任何不管什么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这样，对，我不嫌麻烦的一定要告诉我这样孩子们我才会知道孩子们的问题，然后我就可以针对孩子们的问题做解决，一一的解决这样子，孩子们会越来越进步这样子。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为止。那哦，我还没有，还有一个地方。那宝宝开心一下，好不好？还有很快的报告一下下期的进度。我们下期就会把我们红色那一本第4课到第8课全部上完，然后蓝色的那一本 Joy of Learning 我们也会把这本上完。然后我们会利用我们刚刚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些拼音的概念，然后让孩子们来念像这样子一本很可爱的小读本，因为他们已经会慢慢会单字了嘛，那慢慢会变成一个句子，句子就会串联成一个故事，这样就他们这是一个故事书，很可爱，会让孩子们开始练习像这样子的故事书这样子。没有了，真的。所以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爸爸妈妈。那我们现在请 Karen 校长为我们讲一句话啊。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好，我是 Karen。小朋友，刚刚呢，虽然我没有在这个教室整场跟你们一起参与这个成果发表啊，不过呢，也如临现场，因为我就在隔壁上课，时不时就听到孩子们这个他很热闹的这个声音，我相信他们的互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OK， 然后再来呢，我们从第0期看到孩子是那样子，对不对？然后第1期还各位还记得第1期的样子吗？非常。非常记得 ，OK， 好，考试，老师最喜欢考试，真的，考试，点头都快，下一个就是你。就是第一期跟我们刚刚就是 demo 的时候，你记得他们说 A and Apple， 他你就觉得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今天再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绝对要点头啊！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可不可以再这样来自己？不容易耶，对不对？不容易耶。那现在请你站上台来，中文讲两句，可能都对不对？更何况是英文，对不对？但是他们都做到了 ，right？ 有成长，有进步。为什么？因为你在鼓励他。OK 哈，老师也在鼓励他，我们都在鼓励他，所以他觉得很棒。OK 哈，那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因为经过2期的沟通 ，OK， 3期、2期的沟通了。那我在想。各位爸爸妈妈，我们都对于这个教学的理念应该是有一些，我们就有一些共同的基础 ，right？ OK 哈。那所以呢，我们2期这个第3期、第4期就比较不会邀请爸爸妈妈进来教室 ，OK 哈。However， 任何时候都欢迎你随时进教室来看看孩子上课的情形，询问一下老师最近状况如何等等之类的。而且在跟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限定于是英文。
给任何，因为孩子是很多面向的、哦、他可能在学校是一个样子，在英文课是一个样子，在美劳课是一个样子，然后在你的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OK， 所以我们可以，嗯、我们可以这个沟通管，这个沟通的管道是通畅的。OK， 那我们会在第几期会有一个，在邀请家长的第五期，我们有一个。好，我们有一个家长会，但是这一次的见面比较不一样，会请到户外去，我们带孩子到这个麦当劳去，对，做他生平第一次的这个英语点餐。嗯，对，这个最重要，这是我们所谓的 survival skill。OK， 如果将来哪一天你到国外去了 ，OK， 怎么办？要吃饭嘛，对不对？嗯。Right？ OK， 最方便的是什么？那就是麦当劳啦，麦当劳是很恐怖的，对啊，麦当劳哪里都有，对不对 ？OK， 所以英文点餐很重要，他知道说原来英文是这么重要，不会英文就会饿肚子。OK， 那到时候呢也会邀请爸爸妈妈一起跟我们去麦当劳，但是你也要英文点餐哦，不会还是会教你 OK， 好，那我今天呢到这里做一个总结，我相信老师跟你的沟通你们都到位了。OK， 各位在教学上面你们还有什么特别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对，时间差不多了，因为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OK， 好，我刚好满，好来，我把最后最重要的交给我们这个主任 Michelle， OK， 最重要的就是还不能走，但是一定很高兴我上来哈，但是我今天赖皮一点，我还要多用个两分钟，因为我今天很高兴坐进来看，我每次最喜欢来看第一期、第二期的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从不会到他会，可是中间他的紧张跟努力。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看他每一个人用他的方法去克服，然后他呈现出来，他们都努力的。但更有趣的是看宝宝妈妈，很多妈妈比小孩紧张，犯错也要看着他，然后又觉得有点教育，有点替他紧张。其实就是一起学习。那我们黄同学也做的就是一起学习，然后让爸爸妈妈在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看到孩子，看到我们的方言师，老师很仔细的介绍。所有我们教学相关的东西，因为孩子学英文的这条路非常的长，而且一步一脚印，没有什么速成的发音法，它就是要很长。因为我只是要问在座各位，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都学了英文的，能开口吗？能吗？偶尔，偶尔还不是我很有自信。大部分的时间是很挣扎的，很痛苦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孩子不会是，因为在邦老师那里，我们就是注重的是孩子去应用。那我们应用的过程里一直请家长一起，所以我们一定会很重视这样子的沟通管道。那我们的创办人洪校长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教英文，然后他心里想我会教英文，我又不会去跟人家讲我很会教英文，所以我就很认真把小孩子教出来给你看，看到你小孩子的情况，然后你来，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情况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沟通有什么你觉得还可以更进步的，我们沟通为的就是孩子。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所有来的孩子呢，大部分都不是我们去喊的，都是爸爸妈妈那个爱用者、使用者口碑介绍的。所以我们后来能够在这边二十年，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老师们，我们做行政的全力支持老师们把孩子教好，然后你们看到孩子教好，气让一些在英文受过挫折。或者还不知道英文很重要，或者他知道英文很重要，不知道哪里去把英文学好的，介绍来跟老师。我们有一点点的使命，就是说台湾的英文程度在亚洲是落后的。台湾学校的英文教育如果是成功的，你就不会有爸爸说偶尔六年了应该是时长。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英文教育很重要，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很有信心，所以我们会这样子一直跟你们沟通。常常老家长都知道是不是会被叫来一下。不来不行。可是呢，我们唯一让更多的孩子受惠，就是来到一个对的机构。我还是超爱妈妈。刚刚看到一个八年级的学生都从这边开始 ，My name is， 为什么？以前失败放弃了，为了考联考来吗？不是，因为他会用这个语言，我对他一辈子都有。所以呢，我们也不随便开班。我们的开班的时间就是一个期间，全部新学的同学，就像这边小朋友一样，我们从头开始。你不要看这么大，小三、小四还是跟他有革命感情，对不对？因为他们一起学习。这样这样这样，出来个背影，好诡异！我每次听到爸爸一看白学生，他这么大了，他放下他的那种怪异的青春期的那些毛病，他还是学英文。
呢，我们这一个冬天只有一班新班，不好意思，我一定要非广告要，因为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所以这个只有我来讲。我们下星期三1月12号7点，我们有一个儿童美语班的招生，我们很希望哈、啊，全部新的同学多一点一起去，不要那个里里拉来插班，那个老师一起给东西，他们那个团队学习效果好棒，你也不要怕他，你的儿子小三那个国三你看到了，他们可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招生呢，就是我们也没有出去发传单，从来没有过，我们不把这种钱呐、啊、花在那个不必要的无谓的广告上头，你们就是我们的广告，因为你们是爱用者，所以有你们的推荐，好，然后呢，希望尽量介绍，不要太老，真的，那个是艺术，小三小四要可爱，小三小四 OK， 说到国中好轻松，还可以来假装家长，被发现了，因为他英文课他都不用准备，知道吗？当的时候就很轻松，这个也是假装家长好来着。所以呢，来言归正传，就是1月12号下个星期三，我们开新班，我们这边太多哥哥姐姐弟妹妹来，但是要更多附近的孩子，只要方便你的可以介绍我推荐他们来，因为我们觉得对他绝对是重要，而且我们一定保证他是有效的。所以呢，如果爸爸妈妈介绍了，我们也会有谢谢你的奖金。介绍呢不多，500元，可是请他务必要说是哪一班的学生，但是呢一定讲上中文名字，因为你一讲 Ken 班，我们学校好多 Ken。哦，或者是 Tony， 我们学校好多 Tony， 就讲上名字，我们都会谢谢你。我们就是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招生的管道，就是透过各位爸爸妈妈觉得，就是给孩子有益的，给孩子有帮助的。那在英文这一方面，我们有信心。好，这一广告到此为止，还不能走。我要谢谢你今天来，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有听说很久。那我们是这样子，大家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这样子请你来沟通了，我们很谢谢你来。那么我们会在场的啦。Tina， 我要先跟你说 sorry， 我们要爸爸妈妈，但是你今天来陪妹妹，不要怪他。可是你今天来陪妹妹也很棒，知道吗？妹妹也需要你的支持。所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座有参加的爸爸妈妈，那如果没有来的就没有这个机会，那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家长，那这个就是小小的感激。那么做下一期学费的抵用券500元，所以我现在会请这个老师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个在场很快一分钟过去就说，那如果有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抽，没有就没有。Any no， 拜拜。Howard， yes， OK， Howard， OK， yes， no， no， 拜拜。Sam， no， no， oh， Wendy， yes， OK， Wendy， Helen， yes， Phoebe。Maybe yes. Okay. Tony? Yes. Alright. Kyle? No. No, bye bye. Ken? Yes. Okay. No. Mini? No. Sister? Okay, thank you. Half you. In the middle. Jason, yes. Okay, good. And Barry? Yes. Okay, Ben? Yes. Alright, and Dora? Yes. Alright. You must say, 没有唱到你。在这边没有被我唱到名的，都有了，都有。OK， 好 ，Shaky Shaky， 我们请我们的只会教书啊，只会教英文的吴老师来。有一张，不要在岸上等我 ，OK？ 听到好了，听到在岸上等我。他们家有住岸上的。OK， 就不听到了哈，要不要换？不要，不要。Thank you.